知唔知啲飛依家落成點啊？實力太懸殊，所以冇咩人落飛，最後封埋盤添。有咗決定啊！不得了，同業不會退出比賽，頭先攞咗個飛會退錢。不過唔緊要，跟住我哋有快鞭、猛鞭對城寨福利會。 比賽十五分鐘就開始，請大家把時間重新投注。馬佬，拳佬，你咁幫我，我都唔知點報答你哋。唔使講呢啲嘅，有咩嘅，留翻間啤俾佢先講啦。嚇，你哋兩個要小心啊！我有事啊，放心啦。我覺得最理想就係你引開佢兩個圍攻我一個，然之後你喺外圍打遊擊。 打到你就打，打唔到你自己照顧自己啊！我未必保護到你嘅。喂，點解我唔可以自己打過？咁一打都得嘅，等我搞掂我嗰個之後，再過嚟幫你收。喂，你講到好似我負累緊你咁喎。你唔好以為我唔知，你根本就冇好好咁跟小智學八極。不過點都好啦，而家唔係義勇士嘅時候。唉，聽講木口木柄個好架勢嘅喎，最勁嗰次一個得幾十人。 多谢佢老哥，多谢阿老哥哥。起身啦，男人老狗，跪乜嘢先得噶？你啊，第一次咁好礼啊！其实咧，我哋都系得捧牛力嘅啫。小新啊，你爸爸咧先系勇气可嘉。系啊，如果唔系你爸爸报名，边有200蚊嘅医药费啊？你为咗班细路上擂台打，系我哋占你乾就真，不得了！你先系真正嘅城寨英雄。 拳佬你就唔啱啦，打擂台都唔叫我，等我错过咗牙佬第一次擂台战。唔系，唔紧要，你哋唔支持我，都一定要支持城寨福利会。系，我想问城寨福利会究竟系咩嚟噶？听个名就知啦，城寨福利会即系我哋为城寨街坊谋福利嘅地方，会址我哋都揾咗噶啦，而会长就系牙佬同埋我。 我同拳佬攞埋冠军之后，会攞啲奖金去营运福利会，帮翻街坊改善生活。我哋唔单止为奖金噶，打赢佢哋，我哋就可以打响个名堂，话俾班街坊听，我哋有真功夫，同埋有实力可以保护佢哋，同城寨班衰人对抗。两位会长，又有咩用到我不得了嘅地方？记得出声。好。嗱，出力咧，我就义不容辞嘅，出钱咧就系我嘅。切！抢咩啊？加你租啦！ 热辣辣，但我上嚟天台做乜嘢啊？唔系一齐偷凉啊嘛？你打个八极，唔系跟小智学嘅。无啦啦问呢啲嘢做咩啫？段家八极，灵活多变，尖利似枪。你打个八极，刚硬坚劲，强硬似鞭。如果我冇睇错嘅，你耍嘅就系招架八极。你唔记得咗我有个朋友叫招阳咩？ 佢仲叫我带啲遗物入嚟城寨添。你个八极系跟招阳学嘅。我哋码头打工啊，成日都打交噶啦，几件招咧系招阳教我嘅。佢仲留低咗本拳谱，叫我交俾佢阿妹。得闲啊，仲叫我睇下添。既然你识，点解你之前唔用咧？之前我啲功夫都冇兴趣嘅，何况我知道你两家有啲恩怨。
咁我都唔想睇你屋企啲伤心事嘅，但而家唔同，我手街喉，咁梗系要练功啦。我方太婆同我讲，我适合打八极，所以咪由头学起咯。虽然我冇正式拜过师，但我哎呀都叫学过招加八极啊。如果而家再学段加八极嘅话，系咪于你不合先？你而家明啦，我有原因先唔跟你学噶。拳佬啊！可唔可以借你招加八极嘅拳谱俾我睇啊？我对唔住，嗰本拳谱我烧咗俾佢细妹啦，我自己练啊都系凭记忆噶咋。嗱，你妹约我翻出嚟啊，我唔识画噶。咁你可唔可以耍俾我睇？耍啊！一招就够。边招啊？猛虎硬爬山。冇问题。 咁多年，终于有机会见翻招家八极嘅猛虎硬爬山。可惜拳佬出手嘅劲度，招猛山差天共地，冇参考价值。我嘅功夫或者有阿爸嘅七成，但拳佬未及招猛山一半。佢有冇可能进步到好似招猛山一样？我哋功力相近再打一场，系咪就会解到呢一个谜题？ 就系对呢对木兰花姊妹，亦都小心啲。木兰花，代父从军啊！代父从军嗰个系花木兰啊，仲笑得咁大声。真系唔可以睇笑佢哋，打仗都得。 混合咗日本最強搏擊同投技，呢隊支出狼唔簡單。呢場比賽首先登場嘅係招種良機。龍城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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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龍城虎
撳個鐘仔就一定唔會錯過啦。